节目由中国禁酒独家冠名播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有不眠的夜，是美味的城。凌晨一点，当巴黎人还沉浸在不眠夜的狂欢时，黄伟坤、黄慧芬夫妇已经为新一天的食材再次出发，前往全球最大的新鲜食品批发市场。巴黎南郊有千年历史的朗吉斯市场，占地234万平方米，犹如一座满载食物的美味小镇，隐藏着经营一间餐厅所需要的任何食材。你回来吃我了。啊，是这个鸭，炒鸭丝哦，五香鸭它也做的。这里凌晨开售，顶级食材在黎明之前均会售罄，因此40年来。黄伟坤夫妇夙兴夜寐，日复一日，只为了倾心经营的日月星餐厅，每天都有最新鲜、最顶级的食材。霸王吧，霸王吧，气的。这对老夫妇是巴黎日月星餐厅的老板，经营餐厅已经快40年了。太太黄慧芬祖籍福建，她的祖辈在100多年前到了越南，后来因为时代的风云变幻，他们的家族几经波折辗转，先后在越南和柬埔寨生活，在上世纪70年代才移民来到巴黎。在这里，他和先生黄伟坤因为一碗煲仔饭相识相恋到今天。两个人走在巴黎的街头上，瞬间便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然，这家餐厅也有很多名人光顾，它包括哈里森·福特、伍迪·艾伦，还有很多中国的影星导演。在日月星餐厅门外不远处，就是一家叫小龙人的串串香。这里吃串串的基本都是法国人，这也让我们很震惊。如今中国餐馆不仅是让对方来吃，更是在改变世界的饮食习惯。在法国巴黎最古老的街区，日月星酒家隐藏在窄巷里。到访的每一位食客都如入奇幻梦境，100公斤黄油也化身弥勒，
笑看着世人被美食沉迷于此。I expected love, if only just for you. Thank you. 感受着法国食客对日月星餐厅浪漫而热情的赞美，老板娘黄慧芬十分开心。哇哦，感谢伯伯，bravo bravo, 谢谢伯伯，他们是想放，哎，我不要太 lui demander parce qu'après ça. Ah oui oui, il s'est plus arrêté après. Thérèse, oui, ça suffit. Ah oui. 而此刻，老板黄伟坤正置身后厨，与他精心挑选的食材进行深度交流。啱啊，片皮嘛，出酱它都容易片。餐前拍照是讲究仪式感的法国食客为这家米其林推荐的神奇中国餐馆选择的特殊用餐礼仪。这是对食物的赞美，也是对它的创造者的敬意。即人哋食饭等于你自己食饭，即一样，你要专业尊重自己。La vitesse, la dextérité, c'est magnifique. Merci. 正是黄伟坤对做菜的认真执着，才让食客们能够享受到这来自东方美食国度的无上美味。啊，是可以。Merci beaucoup. What I find here, this is my favorite dish. Fils, like what I did. Moi, mon père. Marie et son père.C'est très très beau. Il y a un secret dans la cuisine ici, vous voyez. Et puis, non, c'est un restaurant unique. Enfin, pour moi, c'est unique. Il y a d'autres très bons restaurants chinois, mais ici, c'est magique. Alors, on apprécie particulièrement ce restaurant chinois. 日月星是巴黎人的美味秘境，也是充满黄伟坤夫妇。奇丽人生的中国餐馆。不可怕。浪漫之都巴黎，生生不息的塞纳河穿行而过，滋养了闻名于世的左岸文化，也流淌出一城累世繁华，生活浪漫成艺术，演绎着法式的悲喜人生。星期日懒得做菜，我就在这里买。黄伟坤、黄慧芬夫妇，先生出生于餐饮世家，朝鲜梨呀。太太是在动荡的年代来到法国的大家闺秀。我们一起了。哎，走了，就是忘了老婆。出来好像生日他才出来，不然我就带小孩子自己吃饭。他那个法国餐厅去，用心机他才去，我要不然他就不去。你姓刘姓三姓都去。四十多年前，两人的命运便被餐馆连接在一起。在帮他干活的时候，那就是认识了嘛，就喜欢了呗。看他很喜欢做菜，我就喜欢了。他一边在跳的时候，都蛮帅的，就这样迷上了吧。也是煲仔饭吃的，他做的棒。
一碗热气腾腾的煲仔饭，掀开盖子，是爱情诱人的芬芳。啊，是这我一见钟情呢。有哎，有哎，有哎，要承认了，不然我一家就这。哎呀，我这样来搂着他，就搂着他，他是怕羞着那来，我就是搂着他，粘住他，是我粘住他。在那个富裕的情况下长大，那是那个芭比公主娃娃呢。法国什么有的，我们家都有。我爸爸就去打猎啊，去钓鱼啊，出海，你可以想象多富。一晚之内什么都没了。逃难到法国不是去睡吗？那年黄太太一家千金散尽来到巴黎，靠着打理中餐馆再次经营出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我现在觉得也蛮好的，你算活过来了呗。我很幸福，就这样。浪漫的巴黎人在火灾后的圣母院旁依然歌唱，乐观的皇家人也在命运的玩笑中勇敢前行。餐馆承载着这个身在异乡的中国家庭所有的悲欢喜乐，也见证着无数海外游子拼搏出各自的彩色人生。在距巴黎900公里外的戛纳，也有一家中国餐馆，竹园酒家，星光璀璨，众星云集。王家卫，王家卫，这是难得的看到王家卫不戴墨镜照片，其实就在我这里。这张是有一部电影叫《过界》，这是他们在我这里开了一个发布会。梁朝伟来就是在我这里就吃了好几份锅贴，他觉得我们的锅贴非常非常好吃，他们就把它命名为梁朝伟的锅贴。这里不仅有令明星们都念念不忘的中国美食，更是属于中国的饮食文化舞台。这是舒淇。随着中国的越来越强大，在文化上面有更大的表述，我们中国人的很多习惯也得到外国人的推崇。就比如说很多事儿需要在饭桌上解决，需要有一个亚洲的背景，需要有一个中国的背景，那我们餐厅就无形当中就成了戛纳电影节当中一个所谓的道具了。我要那个素春卷。好，素春卷那里面很软，吃的比较松。对，比较松。随着中国在世界影响力和购买力的增强，海外游子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我是 LV 的宝格丽工作，凡克雅宝在卡地亚，周五经常在这儿吃饭。戛纳每一家奢侈品店里都有中国员工。蜜汁烧排骨、冰皮月饼、蒸的包子，他自己包的水饺非常好吃。我很喜欢他自己做的酒酿，然后配上小元宵。烤鸭，我每次来就一个人点一只烤鸭。竹园举杯贺华夏，坐看故乡腾飞时。这里有游子最爱的中国味道。
今晚竹园要来一位特殊的客人，为此老板陈立专门来到集市采购新鲜食材。买的是菠菜，因为我们要给维阿吃火锅，这个是帮他准备的。他有两种菠菜，一种菠菜是生吃的，这个菠菜是熟吃的。这里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番茄，法国番茄种类特别多。牛心番茄，它的样子像一个牛的心，这是摩洛哥的一种番茄，小番茄，这个产地是以色列。这是专门有茎的那种番茄，对待亭子，这个是代表一种原生的概念给别人，就是。夜幕降临，竹园今晚最特别的客人已经到来。帕特里克·维埃拉，法国足球先生，曾助法国队夺得1998年世界杯冠军。今晚，这位世界级的足球运动员要用自己最爱的中餐款待朋友。谁能想到，维埃拉吃起火锅就像踢足球一样熟练和享受。陈立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外国朋友爱上中餐。Je lui dis qu'à la fois quand je suis arrivé, je me tenais droit comme ça. Et après avoir mangé, on commence à s'enfoncer un peu comme ça sur la table. J'espère qu'on aura l'occasion de le faire très bientôt et qu'on ira ensemble en Chine. D'accord, bravo. Promis. Si fond Paris 不眠夜，法国街头，一场精神与艺术的狂欢正在上演。而在日月星餐馆，黄老板一家用中国的传统家宴来共度这个异国的狂欢日。放了个小小一点板姜、蒜头，打碎它，还有鸡蛋吧。哎呦，不错了，80多岁都还做。已经86岁的黄妈妈朱秋贤再一次下厨，为孩子们准备自己的私房菜。18个小双。小孙喜欢吃我的菜。食物总是带着爱的味道，令人向往。妈妈的味道，妈的味道，是的，可以从早上吃到晚上，然后6点再起来再吃，没问题。哎，妈妈真好，真正的。你讲，给我几个？这是老大。哎，小时候有帮忙。有的。郭老师说他偏心，这真的有点偏心。哎呀，怎么偏？你问罗姐姐的。偏心小哥也是我出的。从小到大你都偏心，只说男的不说女的，你是偏心偏上这个样子的。不眠夜的家宴，温馨喜乐，流动的盛宴永不完结。欢聚过后，黄伟坤夫妇为新鲜食材再次披星戴月出发。
黄家人像无数海外游子一样，用几代人的辛勤付出换来了如今富足安乐的生活。也正是这些勤劳的中国家庭，让中国餐馆名满天下。中国味道好，J'adore la cuisine chinoise。更于一餐一饭之间，影响着世界对于美味的定义。Le tarte au citron, c'est pas le flan. Merci.